今天我也带着邀请师母来两个女儿张新芳与张家芳全家都来这里讲春酒了啦。现在我们就请师母为各位祝福一下，请。文静法师及各位同修大家好。好，先跟各位同修拜一个晚年，不过也不太晚了，还没，明天才十五，才元宵节，中国人都元宵过完才算是过了年嘛，对不对？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想来走一走，可是都没有机会。今天就趁着师父来这里喝春酒，所以我就跟来了。我既然还没过完年，那我在这里祝新春愉快、平安顺利，顺利大发财，谢谢。好，我们请圆寂法师。我也向各位祝福拜个晚了，早年呐、好了。师父、师母，还有新芳主任，元芳主任，各位所有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感恩九大菩萨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行功立德，也感恩师母把师父让跟我们大家能够来结缘，我们才有今天这个平台，也才有今天的圆寂，也才有今天的中山道场，大家应该感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海老祖师父跟师母刚刚师父讲说，在台北市要买一个道场这个是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我一个人不可能我只是想说，希望北部，尤其是台北市，能够把老祖的法留在台北市，让台北市的所有的同修们一样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而后心安的地方，把正法留在北部。当初我只有这样一个想法，也在老祖的天威下，在师父的指导下，我们才有今天这个道场，也才有今天这个建设。我们都在这个平台行功立德，我们也都在受到台湾祖师、还有老祖、还有师父的庇荫下，我们才有今天这个道场。我们应该再次的感恩。阿弥陀佛。刚刚师父讲，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目标，再买一层。为了这个目标，大家一定要认真修行，认真努力，认真平安，认真赚钱。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圆寂法师所讲的我都听到了。我会牢牢记住现在我们就请中心主任张新芳来向各位祝福拜年。谢谢师父，您好。
那么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尊敬的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还有我们的师母，还有圆寂法师，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维新圣教少数几个很比较年轻的法师，圆寂法师，还有我们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刚才师父说有提醒我们，今天是台湾祖师的圣诞，正月十三日。那今天到中山道场呢，是师父巡回春酒的第十三场，非常的圆满啊。非这个有当中的这个天机跟禅意，让我们觉得很赞叹。那圆寂法师呢，一直是全心在行道，在弘法度众生，秉持是这个师父跟老祖师尊的开示，他非常的确实的在行道，这一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各位贤士同修也是非常全心全心全意的在谨遵老祖师尊的教诲，无怨无悔无私的在行道在修行。那因为圆寂法师太优秀了，所以呢我们师父非常的有远见，也请我们圆寂法师来当义经大学师训处的处长，各位要欢喜信受，拍手。我们有同修很舍不得我们的老师，现在在负担这个中央的法务，义经大学的法务，好像在到场的时间会少一点，有吗？其实没有，然后那个我们师父在这里，是还有我们圆寂法师的精神都在这里，因为圆寂法师很优秀，所以他可以方方面面都可以很圆满，可以很周到。那同样的也是带领我们的贤士同修回到仙佛寺来做法工，这个我们常常遇到嘛，对不对？各方面都做得很圆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精神呢，是非常令我们赞叹和值得让我们学习的。那在今天呢，非常的特别的日子，这十三号，然后第十三场春酒，又是台湾祖师的圣诞，而且我们在中山道场，对，我们不是在中山大禅寺，但是跟中山大禅寺有一样的意义，让我们觉得很赞叹。祝各位新春吉祥。另外呢，我也要这个介绍我的妹妹元芳讲师，她是电视台行政处的处长，也是主持人。老祖师尊、师父师母、圆寂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学，阿弥陀佛，新年快乐。我每次到了中山道场都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以及看到我们的同修，因为呢我们中山道场是非常年轻化的道场，而且多产多福气多子孙。前几天呢我看到我们于林师姐带了一大叠的结婚证书要请师父用印盖章，我说上次不是才刚盖完吗，怎么今天又一大叠了？今天要盖，今天要再盖，今天还要再盖，老新娘的也要盖啊，这样也可以。圆寂法师，所以在我们中山道场真是多产多孙多福气，大家说对不对？对。在这边祝福大家新春愉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今天要来中山道场，我特别把我的印章带来。要做婆婆啊，结婚证书，可不可摕来我等伊那啦？我很乐意为各位盖章。这我们在天上是有约，在人间也是有约啦。这是我们的喜事，圆寂法师很会带各位同修一起来修道。为国修道立人天呐，这是老祖给我们的尊严，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平安。接下来要请师父切蛋糕。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们唱一次生日快乐歌。祝师父生日快乐，祝师生日快乐，
父生日快乐，祝师生日快乐。好，我要许愿喽。好。大家多子多孙多福气。好，收到。大家平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新圣教，所以我是分寺中山道场住持圆寂法师寂夫人，及在座的微心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山道场，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八运中山道场在这里的年轻人结婚的会特别多，啊，认真生囝的嘛特别多。结果今天来了，啊，就发现中山道场的小朋友特别多，在这里结婚也多。因为中山道场老祖做的是坐南向北。八运八九一二三四，啊，双星倒山也倒向了，说三元不败的大地理。现在九运哦，九一二三四五，四入中是五六七八。九子又到阳明山，在这里法轮常转，各位要不要穿认真穿认真穿，要不要穿认真穿啊，这里都可以出了贵人，像今年基隆市的巴黎，2004年我在基隆弘法时泄露天机，在八月末，家人也出一个总统，我出出来无？啊，因为他说亥山巳相，巳山亥相，旺山旺相。啊，头前个案，三个案，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三代龙身，四代脉。地理的口诀，一个案，啊，花一代，两个案花两代，三个案花三代，四个案。花很多代，
有如邓小平，他的祖母的风水气色很好，面向出去了花九个案，但是啊，共产主义他是后天八卦给你当了飞星，一运二十年而已，所以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我们中山道场啊，你哪位介绍讲朋友未生囝的，紧来来一声啊，娶无某的，嫁无翁的，紧来中山道场来上课，家主人会结结好缘分啊。所以这个天机，我献给各位啊，以后啊白天的时候，我们请圆寂法师来为各位讲解双星道相。前面是一个鸡笼河啊，这个是太美了，太好了，有福的人住在这里，在这里上课，在这里共修啊，所以啊，欢迎各位大家一起来踏平。好，那现在我要发结婚证书，今天我印章有带来的，盖的话还不少。各位同修啊，大家来学道学易经，能知吉凶，研究风水，能住在清净平安的家啊。然后最后以宗教陶冶心性，这是人生最大的至宝。所以我恭喜各位同修啊，大家平安啊，大家幸福快乐，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我们尊敬的师父哈啊，足无用的风尘仆仆对中波哈啊，带来咱归隐大师殿
我代表大士殿所有的同修啊，大士殿的朋友啊，表示啊最敬意哈，啊给拍一个抱啊，欢迎咱师父哈。最难得的啊，咱全省各地的同修哈啊，知道师父今天一定会来到大士殿，所以哈，大家哈，足早的，哈，已经很阿的，像台东特场的来真侪同乡哈，啊，来到咱大士殿，啊，大士殿哈，实际上讲到感觉讲这草地所在，恁来哈，蓬荜生辉，啊，足欢喜，表示最大的啊感恩。那么我足敬佩的讲，师父几十年来，四十几年来，他行道，每一年的正月十五号。再忙，他都一定会赶过来大士殿，哦，来给咱做师接收，啊，保持着一颗哈，哦，真正感恩的心，这是咱爱给咱师父学习的所在啊，哈，啊，我最近伫这两三年，我有过台中道场，啊，教这个气功，哦，托咱师父的福气哈，啊，有真侪同学哈，拢去啊。刚学习了，叮当当的，然后骨头也较好安尼吼，啊，所以我大家拢真早了，讲来咱大士殿。那么台湾祖师哈，在生是我的阿公啦，哦，在生是我的阿公。啊，尾啊，我才知影讲，阿公的一世人，他的显现，到到要往生的时阵吼，啊，足奇怪的，往生的安尼，大行拢准备好啊，啊，就看起来往生啊，死亡证明都开立了。都伫迄个大厅、病厅，啊，突然之间要爬起来，吓坏大家。啊，从那个叫讲的他爬起来以后哈，开始哈，讲十个、十几个话啦。像我这两三天比较忙，即马讲两讲少，声音就歹去啊，吼，就无去啊。结果阿公吼讲十个、十几个话，没有间断。第一个，第二。一滴水都没有喝，因为我都想讲伊死啊，所以也没有给他东西吃啊，爱爬起来要创啥？啊，听伊讲，那因为他讲的话是在那个十天里面，十天十夜，而不是白天而已哦。啊，所有厝里人大细人哦，啊轮流伫遐陪啦，听伊讲，啊伊就一直讲故事互你听，讲个故事就讲一寡是较早的，啊一寡是未来的，哦，这样十天十夜，所以吼。大家听讲吼嘛，唔知影讲要提饭我吃，也无爱去用水喝啉，可能迄阵吼啉反水也未去啦，结果拢未记啦吼。到到十天十夜讲完了，最后的一天，他才开始显现出他是西方阿弥陀佛，哦来专谁啊，所以吼道教慈航，所以我们就要称他为大士。所以咱讲实在吼，啊因缘足奇怪。啊嘛，吼真感恩吼，个感恩。啊，阿弥陀佛吼，顶来出世地吼，咱这个归云，这是有人的地方吼，有仁义的地方。出世地这个所在足真卡，啊足简单吼，民风很淳朴。他的显现是以身来说法，所以他平常不太爱讲话。结果吼，伊讲。我在生八十一冬，拢无啥咧讲话啦。啊，要走啊吼，甲知影讲吼，时间无够人去用啦。迄站的十日吼，爱讲足侪话吼，啊，足侪真重要，我有甲写起来，记录起来。啊，迄阵啊，戆戆啊，免讲用台录音机，咱一打开始讲，我唔知伊要讲偌久，上可能讲三五句，应该就走啊。哦，已经走了嘛。结果你看，等到你想到他，就是真的讲了十天十夜。所以实在是真不可思议啦，吼，不可思议。这是咱的祖师吼，最特别的显现。那么它里面有很多重点，其实上重要来讲，伊先显示出讲，伊要讲这话，伊是真的，所以一定要教。本来袂使讲神通的，伊来用一挂神通给你看，所以就甲我讲吼，伊是未输千里眼，未输顺风耳。啊，阿公拢唔捌字的哦，吼，啊，未学册哦。啊，那时候竟然会吟诗作对，哦，那是足特殊的啦，吼。所以我找简单写，
所以伫要往生的前十天吼，无啉水，一直讲话，这就一个足大的奇迹啦。无啉水，无食物件，一直讲话，十暝十日，吼，这是不可思议的吼。啊，过来就讲，伊讲伊袂输千里眼，袂输顺风耳，他就会表现出真正千里眼顺风耳那一种神通给你看到。哎，无听无听，就甲你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了后，你就去感受到，哦，阿公真正是有千里眼，有顺风耳。然后再来，他是佛陀来转世，所以我拢赶快叫阿公。但迄个时阵吼，你叫阿公，伊就歹插你啊。好，他就比一个拇指，他跟我说：“我是伟大的菩萨，菩萨的伟大，我唔是你阿公。”伊讲我，伊唔是我阿公。我讲是啊，你就是我阿公啊。所以那时候他是显现完全不一样的，和你的感受。然后我们这个，较早是种古厝啦吼，唔是像即摆老厝，啊旁边都是亲戚啊，啊亲戚拢爱叫什么阿伯啊、阿姨啊、阿哥、阿弟啊啥个安尼，十户吼，头有五户吼，唔敢来阮家，为啥子？他们开始风声出去啊，讲阮阿公吼，啊往生个伯个吼，应该是什么？所以旁边人都怕到要死，不敢来，怕到不敢来，你知道吗？这应该是吼魔，我就想，魔吗？好像应该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咱无天眼通嘛，请坐。所以你看阿公那时候是佛还是魔，大家都搞不清楚啊。外面的人都认为是魔嘞，然后我想说应该不是魔，魔没有看到他害人，哦，魔应该会害人嘛。啊，他魔来显现出来，他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他想要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嘛。所以后来吼，我就搞我进以前吼学佛的一挂功夫哦吼，迄个时阵忽然间就通变出来。好，阿公应该吼唔是魔，我来甲试看嘛。我就念在心里头，我吼爱心请佛祖来保护我对。所以我在阿公的面前哦。不攻他倒，啊，迄、那个剑指退出来，就给他拍去。你若是魔，一定袂看起来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有学过的，所以咱一寡法门，我着迄心用过，包括吼念伫心肝内，嗡嘛呢叭咪吽，南无达摩吼，拢都爱请出来，啊，甲拍去。结果我咧讲，我咧念啥，边仔人拢听袂到嘛。你念一句，阿公就甲你讲一句，我惊一条，我在想什么，他全部都知道。所以，唔是干那千里眼甲顺风耳，伊是他心通。哦，迄时我惊着，我阁想讲，安尼嘛袂使呢。到建安门大士殿最前面，迄阵无大士殿，迄阵在咱的厝。迄是一间，即卖袂细间叫显化寺。善化寺哈，他刚开始创那个，他才叫菜等啦，我这间叫菜等，就一挂食菜的人，那是。盖那个茅草屋。这是台湾人民演我成功庙的神。一间神话师吼，像他叫菜等，啊菜等吼，就是挂食菜的菜哥，然后呢？要起一间善化寺，上头啊，迄姻缘的什么人？就是咱的杨家，就是阮阿公的这个内面的人，阮伯公啊、吼叔公啊，他们去吼布施，吼啊，甲这间吼创办一间善化寺，吼阿公嘛是，吼阮的祖先就是拢拜佛，那个姻缘就很殊胜。我想讲吼，这善化寺的师傅吼。得道的高僧，我无请来吼，甲阿公上一下经嘞，吼，那是魔，他就会退。哇，善化寺的师傅就来啊，我爸爸就去请善化寺的师傅，他就在阿公前面在跟他诵经。啊，我就跟阿公讲啊，阿公，稍等吼，人讲，我会念阿弥陀佛吼，师傅啦，念阿弥陀佛，咱来对念，咱来双手合十。哦，迄阵我变作我吼像。你教阿公教囡仔，你讲阿公你双手合十嘛？啊，人阿念阿弥陀，你来讲阿弥陀佛安尼啊。
啊，想讲这样教得很好，结果吼、哦，师傅上经来啊，啊，阮甲阿公讲阿弥陀佛的时，阿公讲安那一只，喂，我讲阿弥陀佛，伊就讲喂，我阿公袂使讲喂啦，你爱讲阿弥陀佛啦，伊讲阿弟就叫我的名，我唔爱讲喂，所以吼、哦。我们才知道他是阿弥陀佛转世，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讲，讲出这个因果哈，比如讲，伊会来咱台湾来转世这些所在，因为台湾以后是佛教的净土。那我们今天果然看到了哈，我们维新圣教在我们台湾真的是创造净土，所以阿公哈他的一个行愿，他的开始，一堆西方极乐世界。转来咱，哦，诞生伫咱台湾，显示出这款吼以身来行法，所以就是啊，足难得啦吼，啊，真无简单。了，咱的人吼无受到足大的苦吼，要去修行足困难。所以，当我们知道师父以前是怎么样嘛，他如果这个因缘不够的话吼，啊，无受足大的苦吼，啊，来找到祖师嘛。今天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祖师爷他就知道了，所以那个时阵我们就师父来到我们大士殿，找到我们的祖师，哦，啊，当然师父这是，咱不管是外道的人哦，包括大阿罗汉，他转世的时候哦，有当时咱也袂记得啦，哦，袂记得讲伊就是大阿罗汉，但他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大概伊会爱悟啊，哈，就是说开悟的时候啊，原来大阿罗汉转世，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师父原来是啊，这个可以这样说了哈，王禅老祖啊，割落来，安尼哈啊，拄好来甲咱这个台湾祖师哈，啊个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今天维新圣教在台湾的一片净土，哦，这有够好。拄只师傅阿袂来，我咧甲只同学讲，师傅道场吼，啊起遮尔啊济吼，啊学校嘛起啊真宏伟啦，这工程吼真壮大。但是吼，咱有一项吼，这个看会到的，师傅看袂到工程比这个较大。啊，这种是啊呐，这种是咱吼规十班的同学吼，闲事吼做伙做的，送了这么隆重偌济金帽。我们这个维新圣教送了多少经我都不知道，无人省，所以吼，还是亿万啊，亿万千哈，千万亿的这个经典吼，安尼一直上吼，这个无形无形的工程吼，比咱受维新圣教的道场更加大，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台湾能够维持繁荣。平安，哦，这个净土，这真正是咱各位贤士同修在我们师父的领导之下，哦，是一个足大的奇迹了哈。我伫遮啊表示对咱大家哈贤士同修表示最大的敬意哈，谢谢。阿弥陀佛，那个，咱嘛请师父先甲你讲两句话，阿母，讲两句话了，甲等田校长。那我们等校长来，我们再一起跟祖师爷祝寿哈。好，我们请大家掌声欢迎我们师父跟大家讲几句话。好，谢谢。阿兰伟大的台湾祖师，啊，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啊，诸天圣贤菩萨，咱尊敬的啊大士殿的主持啊杨武才大菩萨，跟咱的老菩萨啊，各位咱受台湾祖师的文化地主合会掌顶，阿弥陀佛。今日也是咱
台湾招数的圣诞，咱怀一个感恩的心，每一年在正月十五，咱拢倒来甲祖师感恩、甲祝寿。台湾祖师的历史，讲起来是无量劫以来讲袂了的。啊，祖师伊在即世，阿弥陀佛化身啊，羊家修行正果，啊，要过台湾，啊，姓名为台湾祖师，啊，是安那姓名为台湾祖师的，一路佛法、道法、圣法，啊，降在台湾。台湾的万教皆法，啊，所以诸天圣贤、佛菩萨，人听说到台湾这个净土，所以西方阿弥陀佛，啊，伊就来台湾看看呢。啊，所以投胎降在祖师的身上，啊，点点啊看台湾的人民，啊，甲王禅老祖嘛是伊甲讲，伊还袂来进前，伊就伫台湾四界去看八年。啊，怕家己默默的去看，到个七十一年六月十九，啊，王禅老祖先蒙台湾祖师阿弥陀佛、诸佛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接引王禅老祖降落台湾，迄个时阵，我嘛有一个蒙夫，啊，根本对宗教嘛唔捌，所以七十一年六月十九，做事来以后，已经落啊，祖师已经落啊，而且就涅槃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等于啊，啊老祖这个落在空界，甲祖师有约。所以台湾多一半，一半老友啊，王禅老祖来多一半。这个禅机啊，无得深刻。啊，我所了解一部分尔，真真正正禅机的无得深刻。所以王禅老祖在民国七十一年落以后，啊，七十年的正月十五的今日，在台中市美川路238巷的二楼，我的徛家，我伫遐学修行，啊，所以。七十二年的正月十五，先蒙祖师、观世菩萨、无量无量
阿公开始你爱行道啊，迄阵是伫甲王禅老祖开始我行道啊。迄阵我嘛毋捌，我行道要安尼行道呢？第一，我袂晓跳档；第二，袂晓灵通；第三，袂神通。啊，第四呢，我摸起要细汉。第五呢，我无咧能力，所以唔敢接这个法子。那时阵，细妈妈啊，多多啊，母娘，我伫辛苦，啊，甲我讲好，那无啦，你若袂安尼服务着，咱定来，咱来转啊啦。我听着讲来转，服务着顶头来，哦，迄个想着七十一年，迄年的大病。困也未困，食也未食，穿足艰苦个，着未当过。后来观世音菩萨，啊，慈悲台湾祖师慈悲，才甲我身体，啊，叫我爱念佛，啊，念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迄个时阵，我嘛也毋知。我怎个来知我阿弥陀直直念，啊，都较快活，未放尿，未放屎。哦，迄个时阵我上艰苦，我就一直念阿弥陀，阿弥陀佛，尿就放出来，啊，搁念阿弥陀，阿弥陀佛，屎就放出来。啊，有人甲我讲，啊，张董啊，你念佛那会使个？放尿嘛要念佛，放屎嘛念佛。我佛嘛使放尿，爱放屎啊。所以我就这个身躯，我才顾着我的身躯，啊，照佛，照老祖来配合。所以自安尼开始，七十二年的正月十五。开始学行道，这个行道一只刀啊，三块银，啊，在啊，啊，用卜卦，啊，祖师啊，常常去，我卜卦叫医药所的所在，甲指导，这个卦要安怎看，老祖。啊，开始讲这个卦要安怎看，看前生，看后果，所以才应着第七十一年的七月二三开启南天迄天，啊，伫天公的面前，啊，九大菩萨，啊，药师佛讲因果论，啊，甲正符合着王禅老祖。开始的因果论，要种善因，才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果。所以，啊，老祖啊，用着药师佛所开始的因果论，啊，我足欢喜，才落一路行来，行来到这时阵四十一年啊，四十一年来。每当祖师圣诞的日，也是三界公的圣诞日，我一定爱来，一定爱当来感恩。所以咱各位微信贤师弟子，咱老祖的圣诞啦，咱来欢欢喜当来感恩以外，咱尤其祖师是咱的根源，啊，咱爱当来感恩。来报恩啊！所以咱感恩报恩，这里、啊、内心的欢喜，
咱一定要遵照祖师业地因、感应、报应，在仙律师，咱的树木边啊，都明一粒石头的位，祖师祝福伊的，伊也常常化现在迄粒石头上松树下。啊，每一届我若有咧烦、有咧烦恼、有咧忧郁难解的时，祖师一定会到位，啊，甲我指点路爱安怎行，爱安怎做，所以一路行来，拢是祖师的感恩。啊，我是一日一届的凡夫尔，啊，我只是将过去所学的提出来用，加上祖师的加庇啊加持。所以一路一步一脚印，啊，为我咱所有的同修弟子，啊，咱爱知恩、感恩、报恩，这才是修道的人啊。所以咱这些来世间，咱有福，得到祖师一生来世间行八十一年。啊，将所有的真理拢传予咱的啊母仔大师，啊伊咧，啊伊一骹步一骹印，嘛是带咱大家爱来悟道、爱正道、爱行道。啊，每一次咱母仔大师，啊伊来到咱台中道场，啊较无闲话，伊来台中道场。啊，伫遐教咱动手、练身，啊，身体健康才是根本。要悟道、要成道，无身体无可能啊！啊，所以大家啊，咱舞台大师到台中，哎，播出时间啊，来教咱教气功、武功、禅的功。啊，大家若有机会，就来参加。哪里来？那身体健康，心都安宁，家庭啊都和谐啊啦。哦，所以今日欣赏祖师的圣诞，啊，我啊带着师母，啊甲啊元芳。哎，原先啊，两个查某囝啊，同齐来遮，和师母一口罩四个人啊，来向老祖感恩祝寿啊！啊，委员各位同修，大家咧啊，若有机会有时间，就倒来祖师家来祝来感恩，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平安，大家健康，阿弥陀佛。啊